您这么忙还来打扰，真不好意思。俺只是靠老大忙喂，就去锻炼吃不是嘞，没这么远啊。那边只是靠老你我的靠谱，我呀。婆婆要给我们演示。哦，就是用这个做民族服饰的装饰啊。要用好多磅啊，看起来真难。手已经是自然的在工作了。请问您老伴儿呢？俺爷他儿子五十六岁可到徐某位，五十六岁到徐某位，俺爷他我个儿子三四十年子是什么人么鬼？那昆明就听说过。有的你要有媳妇你有没意见不？昆明如果可能这么早呀，我去年两个月去的也。至于去你瞧瞧字母听么啊，苦烦老老才找什么了我呀。是啊，您说的对，哪怕是小小的幸福也要珍惜呢。在现代社会没那么容易啊。